这老天爷不给雨下，怎么能赖到我们家少爷身上呢？啊，哟，你算老几呀？啊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哎哎哎！少爷，算了吧，今天这陈南霸狗仗人势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算了吧。我今天我就叫衙门的人把你给抓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占星师法术了，要杀人啊，快跑啊，哎呀，快跑啊。说清楚啊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呢，就是现在一下子全跑光了。少爷，把你想要说的都给我咽回去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少爷，师父曾经告诫过我们，人生在世如同身处荆棘之中，心不动，人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啊。没事提那个光头做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自己的师父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况且佛门俗家弟子时刻要不忘举戒。少爷，如果要是你总是这样出言不逊的话，恐怕会有损自己的福报啊。哼，那光头还真没眼光啊，小时候他就该让你剃度出家，说不定现在也是个得道高僧了。少爷，师父可不是这么认为的，师父一直认为你很有慧根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股子妖风，你说这世界上会不会真的有鬼啊？这绕来绕去，你还是想说我不是人是吧？不，我真的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刚才这股风真的是很奇怪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亏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大白天哪来的鬼啊？什么人？是人是鬼，快快报上名来，快！是谁啊？快出来！大白天的，别装神弄鬼的啊！快出来！贾四儿，哎，这大白天你躲在那里鬼鬼祟祟的，想要吓唬谁啊？怎么不肯走啊？还没骂够是不是？有事没事，没事快走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对待我们家少爷的？以后啊，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别过来啊！哎，别过来啊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鲍公子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还有没出世的孩子，如今朝廷不让打水，我们是一条活路都没了。你看看，你看，这说的话都是一样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就认准了这干旱少雨就跟我们家少爷有关系啊？啊！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哎呀，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了。鲍公子，我知道让你离开杭州城确实有些强人所难，可我一介草民，如今不来求你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吃两谷没什么，可怜了我那80岁的老母，还有那怀胎9个月的娘子，我无论如何要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我看不是你要做点什么，是你希望我为你做点什么吧？不是我抱人不想帮你，是我着实帮不了你。就是，快走，快走。聂风，到草棚里把我的水袋拿来给他。啊？哎，我只能帮你这些了啊。哎，少爷，咱们就剩那点水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拿，快。拿完水袋就请吧。鲍公子，
是我贾斯对不起你，我贾斯下辈子做牛做马一定报答你。少爷！没事，用不着我了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贾四，你这怎么这样啊？我们家少爷对你义薄云天，你却要取他性命，我要拉你去报官。老天爷，你让我们这些苦命的人怎么活呀？你少在这儿给我们演戏了，走，跟我去衙门。让我死，让我去死。你这又唱哪出啊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吗？家里已经好几天没喝过一滴水了，我实在没脸见他们。我一个大男人连口水都弄不到，我真没用，你说我还活着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世上的人怎么想问题总是这样啊？不是一就是二，好像除了两条路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一样。哎，快起来吧，别这么垂头丧气的。莫说你杀不了我，就是你杀了我，一时半会儿也还是无法解决这干旱之事啊。我说你们这些人呢，你们怎么就不多看看多想想，在这龙井山脚下生活了一辈子，杭州城旱了将近23年，为什么这山上的树常青草常绿花照开呢？按理说没了雨水的滋润，这些个林子早就该枯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管这些花花草草？我死了以后你就把我埋在龙井山上吧。你死了都是浪费土地，说你笨呢，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笨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少爷，你可真厉害。家似愚钝，还望公子明示。我说你都怎么到现在还没明白过来啊？我们家少爷常常说我的脑袋是榆木疙瘩，我看你这个脑袋吧，就是咸菜疙瘩。我们家少爷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杭州城啊干旱这么多年了，可是这龙井山上的植物呢生长得这么茂盛，这山上啊一定有水源。对啊，这山上一定有水源。多谢鲍公子，多谢严公子，两位公子的大恩大德贾四一定会记在心里。行了，别来江湖上这套词儿了，你们能让我过几天清静的日子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就是啊，快走，这下有救了，这下有救了。哎，等等，这玩意儿拿走。多谢两位公子，多谢两位公子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哎，世上的事啊本就是如此，恩恩怨怨，谁人能够少爷，行了，别参了，赶快拿布来给我包一下，否则不等你参透啊，我就身亡了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好了，少爷，你平时就是太爱惜这手了，整天小心保护着，反而娇贵得很。这刀啊，轻轻一碰，你看，拉了这么深的一道口子。少爷。回去千万别跟我娘说啊，要不然她又要心疼了，唠叨个一年半载的，我还要跟着挨骂。少爷。算了，我怕说出来又被你教训。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非礼勿言。那你就别说了。哎，不不，你少爷，你不让我说出来，我会憋死的。我就是想问你啊，你是不是？真的有那么一点儿，有点什么？就是那个一点儿，那个什么？哎，有点通灵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觉得我是？啊，不，我可没说。谁说你是灾星了？你就拿刚才事儿来说吧，陈南霸欺负你，就有一股子风呢帮你揍他。
贾四儿想要杀你呢，结果他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，被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。从小到大，这种事情又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所以呢，只有一种解释。你会通灵。哎，呦呦呦！你是不是前面说书的听多了，还通灵呢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你别再拿这些事情来说笑，别人会当真的。哦。好了，别琢磨了，咱们得赶紧走了。回去了？就这么回去，你娘拿什么东西做饭吃啊？哦，说的也是啊，这些天我娘为这样水的事儿给愁坏了，可是西湖已经给封了。再说刚才那一批带水，就剩这一点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你回去问问你娘，你是不是捡来的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跟贾四似的。不可能。少爷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我是吧？哎，你是说山上？对啊，我们去山上找水。现在，咱们俩啊，我可什么都没准备啊。又不是去打猎，你还要准备什么？多少应该多准备点水吧。哎呀，要是我们还有水可以吃的话，还要费劲去找水源干嘛？你真是……别打了，都被你打傻了。少爷，你说是真的？你真当我是神仙啊？哎，不是少爷，哎。他能看见我们？嘿，不对呀、啊！祖宗爷爷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啊！哦，我在想是不是去帮帮他。刚才我们不是已经帮过他了吗？告诉我啊，是哪个小崽子偷偷整了那个陈南霸啊？不说，不说是吧？不是。明天。你们哪个也别想出去玩，啊！给我待在家里头，好好的反省反省。回去。哎呀！哎呀！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啊！我想，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哎，我们也知道了。是啊。龙井。谁叫我呀？我，你祖宗。祖宗爷爷。我说你以后睡觉能不能不打喷嚏啊？我有打喷嚏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打过喷嚏呢？你睡着了，你怎么能记得你不打喷嚏啊？啊，你，总之，以后你别偷偷的睡懒觉。我知道了，祖宗爷爷。这位官爷，朝廷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？要是不让我们打水，我们只有活活渴死了。这是衙门的决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关老爷，行行好啊，大家都是一个府县里的乡亲，咱不能自己看着自己人活活的渴死啊，是不是？各位乡亲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大家就不要再难为我们了，回去吧。求求你了。看来今天要想堂堂正正的打到水是不可能的了。嗯，回去吧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你们几个赶紧跟我走。哎，公子，陈太守吩咐，除非天塌下来，否则不许我们离开这半步。天，
天还没塌下来啊！我，你们陈公子我现在被人打了，这还不算天塌下来的大事儿。告诉你们几个，现在就跟我去把那个暴人给抓回来，要不干脆就地埋了，为民除害。少爷，怎么会是少爷呢？哎呀，这下惨了惨了！哎呀，少爷怎么会得罪这个恶霸呢？可是公子，什么意思？啊？哼，惨了惨了！哎，我现在连自己的人我都指望不了了，是吧？停。我现在就回去找我爹，哎，看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公子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啊！什么人？宫廷画日之下，敢闯朝廷禁地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啊，谁那么嚣张？哎，你知道我谁吗？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看上去好像是个蛮厉害的人物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哎，说不定能给少爷解围呢。给公子请安。免免了。你是？无名小辈，不足挂齿。无名小辈，那你还不闪一边去？别耽误爷办正事儿。贫道知道陈公子正为何事所伤神，只是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哼，一般这么说的都是不当讲的，你想讲老子还没空听呢。陈公子，不知道你这半夜离魂梦游之症最近是否还有再发作过？你老子知道了。你陈公子切莫惊慌，贫道有番话想赠与公子，所以卖弄雕虫小技，请公子见谅。你有话就说。公子爽快，那恕贫道直言，这暴人抓不得。什么？哎，我凭什么不能抓他？他打人在先，更何况这种祸国殃民的妖孽，我办了他，那是为民除害，造福苍生。公子莫急，正如你自己所说，他乃不祥之物，且身边有牛鬼蛇神在帮他。你我都是凡夫俗子，又能拿他何妨？难不成就让他这么继续逍遥自在？当然不是，杭州城上下谁不知道这暴人是不祥之人，出生23载，害得杭州几乎滴水未落，就连京城里都对此人有所耳闻，杭州百姓对他更是恨之入骨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把他除之而后快呢？道长不必拐弯抹角，既然有话要说，不如一次把话说清楚吧。哎呦，道长，难道这也需要卖过关子啊？公子莫急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，我自当会找个机会把这当中的利害关系跟你说清楚。不过此时最要紧的并不是此事，杭州连年灾祸都跟这暴人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他现在又有蛇神鬼怪给他撑腰，所以现在要降住此人必须要找到一个人才行。谁？法海。法海？法海就是把那白蛇精压在雷峰塔下的法海？正是。哎，可是妙妙啊，哎呀，道长果然高见，我这就吩咐人去按道长的意思办。不行啊，哎，赶紧让爷看看。哟，哎，来来，你们大家都看看，这不是鲍公子身边两个小跟班之一暖暖姑娘吗？哟，看来这鲍家真的是没什么人了，让如此年轻美貌的暖暖姑娘来这湖边打水，哎呀，真是凄惨可怜呢。哎，暖暖，不如跟我回家做我的姨太太，我保证你手不沾水，脚不踩泥。公子的好意暖暖无福消受，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暖暖告辞了。哎，暖暖，哎，暖暖，哎，这是？道长别介意，鲍家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样，完全没有教养可言，一群上不了台面的人。鲍家的人还真是与人不同啊，看来这事还真要从长计议。
从长计议呀。哎呀，不提这些扫兴的人。道长，不知今晚可否赏光到舍下一坐啊？要让我为道长和我父亲引荐一下。哎，贫道还有事要办，恐无暇叨扰。有机会一定到府上一坐。道长，你只让我把这个法海找出来，那之后该如何行事啊？其动也天，其静也地，一心定而亡天下，是可谓之道也。陈公子不必心急，到时候就都知道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去办。啊，道长，告辞。走。奇怪，赶紧送警察上，快走吧！时间出现了，不行，我得先跟少爷打声招呼，免得他跟法海碰头，又惹出什么大祸了。你听我说呀，我怎么也要去试试啊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觉得鲍公子说的没错，这龙井山上肯定有水源，我们去试试吧。哎，你真疯了还是假疯了？那个三星的话你都相信，当心他把你骗到山上去喂野狼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应该试一试啊。要去你自己去，你别拉着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待在这儿就是死路一条。铁四，我劝你还是回去收拾收拾，赶快上路吧。快点快点。说了要你别拿了，赶紧走吧。陈公子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你们把东西放这儿来，这都是府上传下来的宝贝，可要小心啊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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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娘，哥和我们家少爷呢？哎呀，你看你这丫头疯疯癫癫的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女孩子要有个女孩子的样子。这个时辰，你哥和少爷正在茶园里浇茶苗呢。哪还有什么水浇茶园呢？怎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我瞎说的。你不是打水去了吗？哎呀，娘，我现在没有空跟你解释，我找少爷有事儿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呦，哎呀，暖暖，暖暖，我马上回来。哎呀，少爷慢点啊。哎，少爷，哎，这南边明明有上山的路啊，这咱们干嘛要从北边上来啊？
南边每天有那么多来回行走的路人，要是有水源的话，早就应该被人发现了，根本用不着我们在这里冒充先知。再说了，你看，这北边的林子明显比南边长得茂盛，按理来说应该反着才对。哦，少爷，你不觉得这后山阴气特别重吗？从小就听打猎的陈叔说过，这后山啊，可不怎么干净啊。少爷，小心一点。哎呦！哎呀，来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休息，歇会儿。少爷，要不咱们别走了，明天再来。这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天黑，这后山里边再走不出来，咱们可就麻烦了。哎，你多久没喝水了？啊，我昨天晚上喝了好几口呢。嗯，什么呀？能让你暂时不昏倒的东西。嗯，茶叶。少爷，我看你真的是快走火入魔了，什么时候都忘了你的茶叶。人家都说是忘梅止渴，你该不会是忘茶止渴吧？含着吧，现在只能靠它了。希望在找到水源以前，你可以不昏倒在这荒郊野外，否则我就把你留下来喂狼。你在这儿坐会儿，我再往前找找。你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找你。嗯。少爷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。嘘，有人说话。少爷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少爷，你有逗我的吧？少爷，我可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，你别吓我。少爷，你等等我。少爷，少爷，哪里来的声音啊？根本没有人说话吗？少爷，慢点啊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这干嘛？这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这个丫头永远是毛手毛脚的。23年了，你都未曾移动，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会有事情发生？都已经过去23年了，不知道姐姐在雷峰塔下过得好不好。姐姐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西湖的水马上就要干了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少爷，少爷你慢点儿，少爷，小心点儿，我就是有点累，歇会儿啊，让我休息一会儿，再陪你找水源。好，就剩这点水了，喝吧。怎么样？能走吗？来，别，少爷，这不我背你吧，少爷，不行啊，使不得啊，少爷。没关系，咱们两兄弟没那么多讲究。你快把我放下来，走吧，来。不行啊，少爷，少爷不行啊，使不得。少爷，醒醒啊！少爷，少爷醒了！哎呦，少爷醒了！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！我看到他了，我终于看到他了！你看到什么了呀？你别吓我，这伸手不见五指的，那你看到什么了呀？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了！你别吓我，少爷，我终于看到他的样子了！少爷，我看到他了！少爷，你该不会是渴疯了吧？你别吓我呀！严峰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一直在猜想他会是什么样子。这次我终于看到了，他对着我笑，还向我伸出了手。哎，你是说你是在梦里面梦到了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个女人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原来是个春梦，吓死我了。不是春梦，只是普通的梦而已。对。是个普通的梦，只不过这梦里边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罢了。对，的确很美，美得不可方物啊。还很有文采呢，时不时的吟诗作对，什么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哎呀，少爷，你每次做梦都念这首诗，我都听了很多遍了。开始我不是很在意，后来听多了呢，我就在想，这诗是出自于哪儿啊？我翻了很多书都没有查到，
所以啊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出自于你梦里的那个女人。说的对极了，一定是她做的。少爷，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想想办法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吧。没什么好办法，现在天都黑了，根本辨不出方向，只能等到明天天亮以后再想办法了。都是您，说好了要休息一小会儿了，结果睡了一大觉。哎呦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沉呐？我被你给累得差点断了气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好好好，我的少爷，可是这座山怎么已经来来回回走了这么多遍了，都没找到水源。我说少爷，是不是你的判断有点失误啊？失误？哎呦，你竟敢怀疑我？你等着看。你看到了吧？你看明白了没有？树叶。榆木疙瘩，你再仔细看。这是什么？露水啊。笨蛋，多年不下雨的地方怎么会有露水啊？啊，对啊，树叶，露水，水，下雨，我们找到水源喽！我们找到水源喽！杭州城要下雨喽！太好了！杭州城要下雨了，我要淋个痛快。少爷，鬼啊，鬼，有鬼，鬼，就在那儿。我早说了，你在府里等消息就好了，不应该跟我们跑到这儿来。我能坐得住吗？急也急死了，也不知道我哥和少爷跑哪儿去了。整个城里都找遍了，都没他们的影儿。少爷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可如何是好啊？少爷！哎，你看，那儿有灯光。是我哥和少爷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树长得倒是挺茂盛的，可是一丁点水的影子没见着。都怪你，净说些没用的。哎呦，要有水早被人找出来了，还用不着我们呀？这么大座山，想把水找出来，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公子，这南边的山我们都找过了，可是北面……什么北面？北面？你还打算让我陪你疯下去啊？我告诉你，老子不干了，谁爱找谁找，老子回家睡觉去了。公子，哥，哟呵，缘分真是天注定啊！哎呀，暖暖姑娘啊，这么晚了，暖暖姑娘这是，难不成你们那位惊天地泣鬼神的鲍公子，又淘气了吧？陈公子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您。你们这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吗？是这样。我们家少爷和我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请问你们见过他们没有啊？这南面的山我们都走遍了，但是没见到两位公子啊！啊，去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那我先谢谢了，我们去其他地方找。奶奶，你要真想找鲍公子和你哥，不如这个，去花街柳巷看看，兴许很容易就能找着了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太过分了你！你混蛋你！走！走，我们走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你别怕，我去看看。别，少爷，你别过去。我去看看。